荣基的观念还是忘记自己中心打者，而是想要选球上垒。一好三坏，陈荣基球速还是领先，这球打得蛮高的，在左外方向，陈荣基单场双响炮，好极啊，陈荣基！你看这个球打有多远，一好三坏，逮住这个快速球，而且是顶着大逆风。哇哦，陈荣基今天真的是中华队的英雄人物，没错没错，从洲际杯一路影响到这个卡拉。相对的哈，现在我真的也要说这个草木也是安心的，多打一分哈，即便是一分，我想对整个球队都是安心的。对，哦，这个球完全被他咬住了，这一分太重要了，是顶着逆风，事实上是相当大号的哈。哇，走外了，在整个中华队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全垒打的重播画面。嗯哼，球速领先，对方又塞直球，他完全咬住了，出去瞬间应该就是没问题了。是，